串味儿。拉开，他怎么你又跟着一块出来了吗呢？白雪，你也说的。嗯，白雪，一起我给你解梦。有点小疼哦，别动，别动，你我。
听个底儿吧。那轩轩给你咬的了，你天天出来就调戏人，啊，你感觉面前又蹦又跳的，你烫的，咋肉了？那个小体重啊，现在得30斤，出院时候30，这得36起。Thank you.